然后空气很糟糕，是新年这样的天气，感觉有点不愉快。 你比如像今天我起来以后，我就知道今天是雾霾很严重，所以我一般我也就不开窗了。不开窗出去的时候呢，尽量也注意一些，不要长时间在外边，走动，这样对身体没好处。我们就自己注意吧，只能是这样。我的想法，我自己就注意。就觉得很正常啊，因为这个空气会随着它天气的变化而产生影响。 那明天可能会下一个小雪或者是雨夹雪，这个空气质量就会得到改善。如果过几天有那个风吹过来，就会把这个像雾霾一样的东西给吹走吧。心情一般吧，但是比我小时候强多了，小时候天天都是雾霾。 就是即使空气不是太好，但是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就是新年登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，能年年这个日子越过越好，蒸蒸日上。